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汝知之乎？曾子必习曰：身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子曰：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，身也父作。吾与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孝之终也，夫孝，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大雅云：无念而祖，欲修厥德。